黄老板那边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哦，有听到啊。OK，黄老板，你 send 给我的那些 footage 我已经 download 下来了，我会尽量在这5天里面赶给你的。黄老板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，我们到时候再联络咯，好不好？OK，thank you。OK，bye。哎，bro，你那边 OK 吗？让你借住那边一下，结果整栋楼 lockdown，真的是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接到那个 Mr. Wong 的电话吗？我就想，反正你都在 office 待着，这样我就把那个 editing job 给你咯。哎，你好好做啊！现在那个疫情啊，这样严重，这个机会不懂以后还有没有啊？OK 了，就这样子啊，拜拜。先生，晚上好，我是来量你的体温的，请问你的名字是？李子阳。李子阳。好，你的体温正常，好，好，麻烦，谢谢。不能呢，我要做东西。这样啊，OK 啦，OK 啦，等一下。你的体温正常。做完了没有？
影片做好了没有？你的影片做好了没有？你的影片做好了没有？影片做好了没有？你的影片做好了没有？先生，我接到投诉说你这里发出噪音，我可以进来看一下吗？先生，先生，你还好吗？为什么这里会那么乱？你需要帮忙吗，先生？听到我讲话吗，先生？要我讲话吗？影片剪完了没有啊？明天就要交了哦，再不交就没有钱拿了哦。都怪你自己啦，看戏、打游戏、睡觉，剪个影片那么简单都剪不完。你看看你，现在几点了？没有时间剪了哦，这个没有用的废物，废物，废物。你那个 video 我已经帮你 edit 好了，好，我等一下就可以send给你了，可以，没有问题，好，OK，bye。